沈楼主，做这些太辛苦了，您还是别做了。不辛苦，你看这都好了，好像还少了点甜，没问题，一会儿再蒸一笼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啊？ 还要再做一笼啊！寒光挑剔，我自然要做到最好了。哎，谁？是你。 住手！师父，师父，师兄，原来洛明轩在你这儿。你可知道，他是用别人的血液为自己解除封印，如此行径，你竟然还帮他？ 江门主，难道你万路门的人也要手下留情吗？可他毕竟是我的师弟啊！叛教之人何来情义？况且，他现在已经知道我在你虚宗门，若是让他传信给万路门，那虚宗门马上就要面临灭顶之灾。就算你顾及昔日同门之谊，也需将他囚禁。 来人，把顾寒光押入地牢，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。是。这回终于做好了。 做好了，安思，你也尝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寒光喜欢的口味。如果不够好，我一会儿再做一笼。怎么样？买好，买好，正是山主喜欢的口味。太好了，时日也不早了，寒光估计快回来了，刚好能吃到。嗯，不错啊，是。 来，吃菜。你们去帮我拿几支银针和药酒。一个阶下囚，还想在这儿要这要那的。哼！来，接着喝。喝喝喝。烧酒也可以。 你想要啊，我还想喝呢。<笑>